周老师，我身体不太舒服，我能不能下去休息？刚才在准备室的时候，不是哭得挺来劲儿的吗？怎么不舒服了？你什么你啊？我跟孙主任商量过了，这台手术你做二柱。我二柱啊。孙主任一般不带实习生上手术的，你别给我丢脸啊！陈曦，快上位。醒了，还难受吗？头晕，恶心，还手脚发冷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晕血啊？这幸亏哪儿都没磕着，万一头撞在肩角上怎么办？我知道，知道你来进去。周老师好，周老师。对不起啊，别啊！你刚才演的可比真晕血症病人还像。我正愁诊断学考试 SP 晕血症找谁来演呢，看来非你莫属了。您觉得我是装的？不是第一次观摩手术了吧？我记得你还给韦大夫当过医助。那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前几次都好好的，偏偏这次我就说了你几句，说晕就晕？或者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谢南翔吧？我可是看见了，你看他的眼神。你以为一摔一晕，他就会把注意力回到你身上？太高估自己了。他人呢？陪着月月呢？真以为穿上这白大褂，就能白衣飘飘演偶像剧了？那是手术室，你们要不把这手术当回事儿，或者没把握拿好这把刀，就不配进手术室。不配干外科，更不配当我周明的学生。周老师，您能不能别说他了？我刚给他量过血压，血压真的很低。临床体征都没落下，你装到这份上，我真是肃然起敬。我不是装的，这又不是光彩的事儿，我为什么要骗人？那行吧，下周开始，我给你做系统脱敏治疗，不管是真病假病。好歹你出科的时候，别让别人说周明带的学生居然会晕血。系统脱敏。